怎么回事？那片未知区域的信号为什么再也观测不到了？而且乐土的路径设置也有点奇怪，杜鸦也一直没有回来，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你怎么了？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啊，雷电牙医，你回来的正是时候，有些和乐土有关的调查工作，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协助。请放心，是很简单的工作，以你的效率大约3小时就能完成。其中一部分内容与杜鸦正在进行的调查有重叠，我已经帮你做了标记，你可以暂时忽略他们，先完成更重要的事。等等，杜鸦，他在协助你进行调查？嗯，是的，他非常热情，主动提出要帮我完成工作，我深受感动便答应了。只是我没有想到那些错误竟然会和置身之处有关，简直就像是有片区域从置身之处中脱离了一样。置身之处，我记得这是一处监禁设施的名字，它属于烛火之额。嗯，而且它同样也存在于往事乐土中。哦，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，雷电牙医，但我建议你不要那么做。置身之处它是特殊的，对刻印的传承也没有任何帮助，所以不要去碰它，永远不要，让它存在于那里就好。但按你的说法，杜鸦他现在很有可能就在那里。不，不是的，虽然暂时还无法和杜鸦取得联系，但他仍在乐土的常规区域内，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。但如果你想知道更具体的位置，抱歉，我也无法给出什么有效的帮助。没关系，克莱因，你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了，至少我知道自己该去哪里找他了。嗯，这样吗？好吧，那这些需要你协助的工作，顺路的话，我会帮你调查看看的。